蛮厉害的，就是如果没有什么屁股的人，我觉得它会帮你有一个那个翘臀的一个效果。它的这个包覆度很够，有没有直接服贴上来，下面这边都不会空空的，然后它弹性度都是有的。然后呢，要买的话也是正常尺寸买，它是有点那种窄管合身裤的感觉，穿起来腿非常非常的细。腰头是做健行的，然后它一样是有做口袋跟挂耳，然后侧面的车线呢、啊，我自己觉得它是稍微车的比一般牛仔裤的现在往内一点点，正面其实还是可以看得到两道车线，所以你们视觉会有往中间收的效果，侧面这边都还是有弹性在，所以这件活动起来我觉得是没有什么问题的。再来长度的话呢，我穿是大概九分左右，下面是不收边的，所以这件小个子穿也很 OK， 还有提臀的效果，就是整个臀都有被拉上拉提的这种感觉。水洗的颜色就是四季都好搭，台湾的天气来说要穿到秋季我觉得也没有问题。 SML 三个尺寸，所以大家就是按照平常穿的尺寸就可以了。